生活中养生，养生中生活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，鼻子不通气，鼻炎，还有过敏性鼻炎，以及天气变化的时候打喷嚏、流鼻涕，非常难受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针对我们鼻子这方面，一些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穴位，它就是迎香穴。如果你鼻子堵塞不通气，不停打喷嚏流鼻涕，你可以按这个穴位，它是个特效穴位，效果很好。迎香穴在哪儿呢？就在我们鼻翼，看到没有，鼻翼这个凹槽处，这个边缘就是迎香穴，两手的食指按住这个位置就可以。我们在鼻子不通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按压这个位置，顺时针逆时针的按揉，一般按揉30秒钟，你会马上通气。如果我们再做一些用食指去按摩鼻翼，从上往下，或者说从下往上这样子做，甚至是拿捏这个鼻腔，都非常有效。当然最主要的是按压迎香穴。迎香穴对鼻炎、鼻子不通气，对打喷嚏、流鼻涕，什么过敏性鼻炎，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。不信大家就可以试一试，如果你现在鼻子不通气，你就按压那个迎香穴，你看看好不好使，好不好用。大家可以把这个小方法告诉身边需要的人，很简单，很有效，很健康，不用吃药，也不用打针，简单的小方法让你鼻子非常舒服，方法非常简单，贵在坚持。喜欢我的朋友请记得及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或收藏，谢谢。